那是吧，牙粉的牙粉那个咱家人们感谢小琴，谢谢啊，谢谢送来的眼镜，谢谢谢谢我家和万事兴，感谢给我送礼物的所有的家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把乌之墨害惨了，多好的一个姑娘，对，确实啊，因为我的事情也影响到了乌之墨啊，我心里面也是非常过意不去的，但是呢做人在心中啊，以后会慢慢补偿他吧，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东好久没有开直播了，对，我真的很久没有开直播了，家人们，有空还是得多开直播，主要是没空，我整天在山里面跑，那山里面又没有信号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每天就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我天天都可以给大家开直播呀！哎呀妈呀，感谢送来的真的爱你，谢谢。能不能不要送真的爱你？能不能送一下这个，什么五？豆白气球吧，这些啊，好不好？然后帮我完成一下这个心愿单，这是官方给我的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完成的越高，直播间人气就越高，家人们。所以说你看之前一直以来就是我大家给我送礼物，我还把你们臭骂一顿，但是呢一直这个数据一直完不成，因为这个官方的话它有几个那个几个那个什么方式，就是比如说这个直播时长、直播停留、直播点赞、直播转发、直播粉丝团，那个粉丝团的那个什么点亮灯牌等等之类的，还有礼物，他有审核这些。如果这些都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他会大量的给你推人。如果这些完不成的话，他会把你的流量直接降下来。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家人，感谢小青，谢谢送来的这个小星星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。没有帮小豆点小红心的，能不能帮小豆点点小红心呢？咱们把给戳一下这个屏幕啊，戳一下屏幕，然后咱们把这个人气往上面冲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点赞是，24万啊，24万七千，咱们先点到50万，好不好？乌之墨听说乌之墨要去相亲了。我也听说了一些啊，我也听说了一些，而且我也，哎，看了一下他的那个，听说了一些，那不是那个，看了一下他抖音嘛，然后我大概也猜得出来是什么那个啥，你们也想一下，乌之墨也一大把年纪，不。乌之墨年龄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妈妈或者怎么样，都想让他早点结婚成家立业，那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，是吧？只是粉丝们一直想让他与我在一起啊，或者怎么有这种想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但是呢，你们也知道，首先乌之墨我们两个是没有任何就是不清不楚的那种关系的，他以前就是刚认识他的时候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妹妹，后面他又成了我的员工，然后现在又没有在我的公司里面就是上班了，但是他依然是我的朋友啊。正能量，欢迎大家打的正能量，谢谢。小东终于开直播了，我太忙了，但是这段时间的话我会经常给大家开直播的啊，弥补一下大家，好不好？然后呢我生产了一些那个手剥笋，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吃我那手剥笋啊，真的，你们吃了第一次还想吃第二次，吃了第二次还想吃第三次，真的老好吃了，是我们自己配的那个香料然后什么的，然后腌制出来的，我靠，老香了，然后又没有什么添加，对不对？吃起来又健康，而且这个都是来自海拔就是2000米以上的这个竹笋啊，高原竹笋。来了啊，我在香港捧你场。哎呀妈呀，你们都在哪些地方的呀？还有人在香港然后看我直播的呀？还有人在香港看我直播的呀？小东戒指呢？那个戒指的话，就是它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太多了，凸出来的地方太多了，然后。突出来的地方太多了，然后我这段时间又在山里面，然后我老是那个刮到东西，然后我就放在家里面了啊，要吃是吧？手剥笋现在还上不了车，家人们啊，上不了车，然后过两天能给你们上车的时候，那给你们安排就得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这手剥笋的话，那个我们支持小东乌之墨，谢谢谢谢大家，
小多说话有水平，没有没有，我平常我都是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说话老不正经了啊，老不正经了啊，很多那个我下面的人都说，哎，就是没有一点架子嘛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小东终于直播了，我一直在直播。你和雪儿的事情处理就怎么样了？再处理啊，然后再谈这个事情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谈好吧？啊，现在还没有谈好，慢慢的谈嘛，对不对？慢慢的谈啊，这个心平气和的去谈这个事情啊。我是澳洲的啊，你是澳洲的，你在澳洲看我直播啊？你在国外是吗？小东，我看小东终于直播，等得好辛苦。那我也没看到你们说想看我直播或者怎么样的，是在后台给我留言啊。你们后台留言其实我都在看啊，我都在看。感谢我倪凡姐啊，谢谢来到直播间。小东对你有些失望，哎，怎么说呢，小东的直播或者小东所说的一些话不一定是对的，但这就是最真实的我啊，家人们。可能有些人喜欢我，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这纯属都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啊。其实我倒是想跟你们聊聊，真的这段时间在小东身上真的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情了，真的太多太多事情了。我被我的兄弟背叛啊，然后被我的员工背叛，还被家里的人背叛。其实怎么说呢，不说了吧，好吧。反正很多人都想从我身上割块肉下来，甚至还有很多人说，哎，小东你卖的是假货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我卖的是假货，那为什么别人都给我好评呢？为什么全网的消费者都认可我的直播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抖音官方会给我一个优质达人啊，就是什么官方给了我一个称号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优质电商达人，为什么我的评分为什么那么高呢？因为小东卖的东西好，对不对？小东卖的东西好，服务态度好，然后官方才会给我这个称号，是不是？别人小东今天明天什么光蛮好用的，谢谢啊，众龙大师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小东那得到的奖状那挺多的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看一下，这是我得到的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把镜头擦一下啊。你看这啥，是吧？这是我得到的乐山味道推广达人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得到的。还有就是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凉山特色农产品种农大使，尊敬的小东农村行，感谢你参与2023年4月大凉山特色农产品专场专地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，然后你看种农活动，这是凉山州商务局盖的章啊，这个假不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家人们？然后一个牌了，两个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，你们看一下。这是我的名字啊，陈晓东，对不对？然后荣获2022年年度优秀电商人才称号。然后这个是什么检验县那个人民政府给我盖的章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假不了吧。还有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然后很多人说我做的公益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假的能得到这个东西吗？荣誉证书，阿成联盟同志被评为2022年优秀红十字会志愿者，特发此证，以资鼓励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谁发的？看到没有？乐山市红十字会发的，乐山市啊，一个市给我发的，看到没有？一天天的，然后在这里，哎，说小东做的公益是假的，然后小东卖的那些产品都是假的，还有就是说那个说什么？哦，小东做的公益也是假的什么的，哦，老多老多人然后再说我了，还有其他的证呢，其他证在我的那边那个办公室里面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如果是假的，那小东做的如果是假的，那能得到这些东西吗？对不对？如果真像那些黑粉啊，还有那个什么今日头条上有人说的那个样子，那小东我就这么说吧，小东做不到今天这一天，知道吧？那老就被查了，老就被那个封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但就因为小东做的是真实的，人家政人家有关部门才给我发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真实的，那谁给你发呀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你拿钱去买，人家也不敢给你盖章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本儿，你看我这里都放满了，知道吧？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，然后那边那个办公室还有两三个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从2022年至2023年荣获的这个荣誉证书，我家里面还有2021年的那个荣誉证书呢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我的证书啊，这有假吗？你们可以截图，然后那个啥，如果这些东西是假的，那小东负这个法律责任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假的谁敢摆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假的谁敢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看嘛？那像这种红十字会的敢作假吗？对不对？如果小东没有真正的去做这些公益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去捐款，早就被别人查了，知道吗？懂了吗？为什么会给我发这个，而且是乐山市给我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东做的都是真实的，不做真实的那这些东西能得得到吗？对不对？那想得到这些东西的那多了去了，人家愿意给你盖章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在这个网络上我可以不挣钱，知道吧？我只想赚一个名。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黑小东，甚至就是在怀疑小东做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但是呢，小东一直在做好自己。如果小东真像网络上有人说的那个样子，那小东这些东西是得不到的，这些东西是得不到的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那小东又不是神仙，对不对？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，那就太厉害了啊！支持小东，谢谢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家人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咱们把这个小红心点上去没有啊？来，家人们这样子好吧，咱们一个一个的，然后把这个心愿呢完成一下。咱们先完成一下那个小星星的那个任务，好吧？小星星是2000个，咱们先把这个小星星的任务完成了。这是抖音官方给我的任务，我希望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把这个凝聚力拿起来，然后一人给我刷一个小星星，这个心愿单就完成了。咱们先把这个小星星完成了，现在还差800个。支持小东，来，我就问一下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如果小东没有真正的去种农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些乡村振兴的事情，会给我颁发种农大使的称号吗？会不会？我问一下直播间这些家人。感谢我樊姐啊，谢谢林樊姐啊。啊，会不会？为什么网络上有很多人在那个背后拆小东台，抹黑小东，说小东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是吧？这里也是假的，那里也是假的，但是我从来不去解释，知道吧？我只用我真实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解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解释这些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不是说小东做的是假公益吗？是不是说小东不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，小东就是靠着那个什么假公益、假慈善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网络上欺骗这些粉丝什么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证书哪里来的？这个证书哪里来的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还有很多人说我卖假货的也有啊，很多人说我卖假货啊，或者叫小东的产品老不好了，对吧？那不好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买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给我好评呢？为什么抖音官方会给我一个那个优质电商达人的称号呢？为什么？是吧？你产品是假的，你产品不好，为什么抖音官方会给你认证呢？对不对？还就是说那个小东的什么乡村振兴、收农产品，还有那些都是假的，那这些种农大使的这些称号，还有乐山味道推广这些证书哪里来的？对不对？不可能是自己在那个拼多多，是不可能自己在那个拼夕夕，还有就是萌宝宝上面弄的吧？对不对？那得多丢人啊！
那得多丢人啊，是不是？小东，遥远支持你。好嘞，家人们，咱们把这个小星星的任务完成了，现在咱们再把这个眼镜的任务完成，好不好？咱们再把这个眼镜的任务完成，眼镜还差7个，然后就完成了，还差6个。家人们，咱们把这个眼镜完成一下，来，一人给我来一个，就差几个了。感谢果什么那个，感谢玉香，感谢梅梅姐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把这个心愿，那就是眼镜的这个完成一下。这是抖音官方给我的一个任务。为什么要给我颁发任务呢？是因为什么？小东的那个，你们看我直播的这个停留时长也够了，停留时长够了，然后点赞也是够的，转发也是够的。但是唯独什么不够，知道吧？唯独就是礼物收成这一块不够，然后官方不给我推流量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抖音官方就是那边不是有一个抖音官方的人，然后与我做对接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就是为什么抖音官方会设一个心愿单，是知道吧？就是想让主播去完成这个任务。第一，完成直播时长任务；二，完成直播间粉丝停留的任务；三，完成那个直播间点赞的任务；四，就是完成直播间心愿单的任务，这样子才能这个人气才会越来越高，然后会走得越来越远。好了，家人们，这个眼镜够了，眼镜够了，可以了，家人们，好，眼镜够了，现在就只差那个热气球了。热气球好像有点贵哦，多少？52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哎呀，感谢我玉香姐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送来的这个皇冠，不是这个热气球，谢谢。这样子，你们今天给我刷礼物，那明天或者后天我就把那个在乌珠墨家里面啊，就是乌珠墨的村里面还有其他村里面收过来的这个竹笋，然后我现在做成了那个手剥笋，然后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们发福利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，家人们？福利我就只收这个成本价，就是收的这个竹笋的这个价格，包装的价格，还有加工的这个价格，然后其余的我一分钱不赚，然后发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也不能老是让小东赔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还有就是，既然小东说了是怎么咱们自己加工的，那肯定是在这里发货，对不对？那在小东公司直接就给你们发货了。来，家人们，现在这个热气球现在只完成了6个，咱们再努努力，然后帮小东完成一下啊。就喜欢吃竹笋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这个竹笋你们买回去不好吃，直接给我差评，知道吧？因为小东弄了两种口味，一种是泡椒口味的，一种是麻辣口味的，但是麻辣口味的它也不辣，然后泡椒口味的它也不是特别酸，然后就带一点点泡椒口味，然后带一点点小小的酸，哇，吃起来那口感真的尽堪味，然后非常的好吃，真的。然后买回去，然后开袋即食。然后我做的是一包，一包是多少颗的我忘了啊，明天我拿过来了，然后再给你们那个看吧，因为那个袋子上面写了多少克我忘了，好像是一斤吗，半斤吗，还是什么呀，我忘了啊。怕辣不辣，家人们？我知道，就咱们四川人喜欢，四川、湖南、贵州是吧，云南这些地方喜欢吃辣，那其他地方吃不了辣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虽然做的是这个麻辣口味的，但是它不辣，知道吗？感谢小鹿，谢谢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咱直播间所有的娘家人、东家人，谢谢你们给小东送礼物，谢谢。哎呀，感谢美华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过直播了，所以说呢，就是那口才也下降了很多啊，这段时间呢也是比较忙的，因为一直在收那个竹笋，贵州人不吃辣，皮人呢？贵州人不吃辣啊，你咋活老公嘛？我之前去那个贵州那个黔东南黔西南，天天吃那个辣椒胡辣子，吃的我拉肚子在那边。小东，你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现在在处理。感谢谢全美送来的热气球，谢谢，感谢我所有的家人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啊，小东，那个事情现在在处理啊，然后中间人在中间谈这个事情了，因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那说来说去也没啥用，对不对？还不如直接交给中间人，然后让中间人慢慢的在中间调解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小东终于开播了，又见面了，
啊，这个是挺久没见了，因为我也不怎么，现在也不怎么经常给大家开直播，是吧？哎呀，感谢锄禾日当午，谢谢你送来的这个气球。来，家人们，这个热气球还差最后几个就完成了，咱们能不能把邻居你拿起来？所有的东家人，所有的娘家人，先帮小东把这个心愿单完成一下，可以吗？家人们，先帮这个小东完成。小东，你会复婚吗？或者你会离婚吗？或者怎么样？你们的这些问题，小东暂时回避，然后不回答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暂时性的，然后回避，然后呢，不说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因为说这些事情，那你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对不对？我在直播间里面啊说几句，然后他又在他的直播间里面说几句，那吵得没完没了，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嘛？对不对？感谢杨姐，谢谢送来的热气球，我完成了吗，家人们？哎呀妈，谢谢。感谢咱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哇，这凝聚力真的太强了。如果我们啊，如果我是一个 PK 主播，我有你们这批粉丝，我去打 PK， 我觉得100%不会输，因为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凝聚力比任何直播间都还要强，是吧？比任何直播间都有强，还要强。因为你看别人的直播间里面，是吧？就只有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在那里刷礼物。我直播间就不一样了，我直播间，我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人给我刷礼物了，就光这场直播，给我送礼物的就有420个家人，哇，这什么概念，家人们，这什么概念？但是我们不去打 PK， 打 PK 那就什么，纯属于坑粉丝啊，坑粉丝人，我不去打 PK 啊。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要的这个心愿单啊，任务也就只想完成一下这个官方的任务。如果官方没有这一项审核的话，那我都不需要你们。